鹊桥二号是月球中继卫星，将为今年上半年计划实施发射的嫦娥六号任务提供中继支持。嫦娥六号任务简单说就是要让探测器到月球背面去采集月壤，然后带回地球。而月球背面因为和地球之间不能直接通信，所以要先发射鹊桥二号这颗中继星，为月面探测器和地面站之间搭起鹊桥，为嫦娥任务提供通信中继服务。目前嫦娥六号也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，为发射做准备。